品人め、野獣ばかり仕掛ける。命令、ハルタ個体にニコ大隊を率いさせ、敵を迎撃せよ。佐藤閣下、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。先ほど広場の周囲4方向に敵を発見。松明の数から言って総兵力は1個大隊ほどかと思われます。だからなんだ。我が軍の兵力は限られており、1方向に攻撃を集中させると他がおろそかになる。その上この暗さですから襲撃を受けやすい。佐藤閣下、ご慎重に。お前はどう思う。安全性から見て守りを固めるのがいいかと。我々の塹壕は堅牢です。攻め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。よく聞け、全軍は配置につき、一人残らず殺しまくれ。はい。哈哈，小鬼子，你们玩去吧。每个方向留十个人继续放鞭炮，其余人都回家睡觉。是。騙された、全部嘘っぱちだ。なんだこれは。これは爆竹です。そんなこと誰にも分かるに決まってんだろ。私はなぜ昨晩鳴った音が偽物だったとお前は気づかなかったんだ。敵軍は当初敵弾頭を使っていたものですから、てっきりなんだこのバカ者。バカ者。佐藤閣下、先にこの林を切り開いてしまいましょう。そうすれば敵軍が隠れるのを防ぐことができます。いや、品人どもはいい気になっていて必ず戻ってくる。いいか、必ず痛い目に遭わせてやる。はい。どうした。バー君が敵軍の復縁に襲撃されました。くそ、すぐに救助個体と松田個体を出撃させろ。佐藤閣下、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。現在異常は不明で不利な状況です。この通り銃撃もやみました。ただ晴れた個体はもう不利な状況です。無駄な犠牲はやめましょう。ならばどうすればいい。守りを固めて救援を待ちましょう。お前ら一体何をやってんだ。クソもね、一瞬フェイオは当たり前でいこうだね。どっちが壊れるな。はい、好意思要援軍。上官大军，您别生气。俗话说得好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我倒是觉得援军还是可以派的。你什么意思？
太君，您想，新四军派出来了一个支队的兵力围攻马场，但是不着急强攻，只是不停地在外围施加压力，他们的目的不就是想调动我们县城的兵力出城吗？那这时候派援军不是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吗？太君，我们是假装被调动，派一支部队去增援马场，他们也许忍不住就会进城的。嗯，有一点道理。那谁派去啊？咱们只需要派两个大队的黄协军，让其中一半的人都换上皇军的军装。好，这一招很有意思。当家的，今天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？尖儿，我给伤口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他还特意嘉奖了我。是吗？那得好好庆祝一下。来，干一个。说说，你都给伤口出什么主意了？这都打仗的事儿，你们女人家不懂的。我不懂，你可以讲给我听啊，讲到我懂为止呗。没准以后我还能帮你做参谋呢。成啊，那我好好给你上一个。看来小鬼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？两个大队的伪军五六百人应该没有什么战斗力，我觉得以我们的实力可以把他们一锅端，就怕打成僵持。马场和舒阳县城的小鬼子如果同时派兵夹击的话，咱们就被动了。那也不能轻松地放他们过去，怎么也得咬他一块肉下来。那就老办法，沿途不停地骚扰，用地雷打冷枪，吃掉他们落单的小股部队。对，铁工会最近做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地雷，刚给我们运过来，正好能派上用场。嗯，有道理，就按照铁飞同志的意见，咱们进行部署吧。他们已经跑远了，传我命令，让搜索范围扩大，大家散开，不要插队。是。让五前队打尾巴，二狗子是惊弓之鸟，肯定就把尾巴扔了。徐团长，跟你打仗可真长学问啊！真的，少拍马屁，去告诉你的人，以后要听见我的枪声再打。得嘞。把我的命令传下去，一会儿绕过前队打尾巴，二鬼子是惊弓之鸟，到时候肯定把尾巴给扔了，告诉咱们人听我的枪响为号啊。哥，你可真厉害，过去吧。哎，弟兄们别抵抗了，快投降吧！新四军是优待俘虏的，快把枪放下！快点，快点！怎么着？我们这还没打呢，你们这也太不禁打了！你们在这遛腿呢？谁是你们领头了？军爷，
我是他们的中队长。哟，这不是王队长吗？咱们俩又见面了。翠爷，真是缘分呐。自从上次分手，本来我想卸甲归田，回县城养老的，可没想到又被山口给逼着回来了。你看，是吗？是是。哎呀，这就说明了一点呐，说明这个马场离开你还真赚不了。过来。哎，咱俩谈谈心啊。说吧，怎么想的？我愿意弃暗投明，跟着咱新四军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，我的这些弟兄都是我的心腹，都愿意参加新四军。哎呀，可是我们这新四军呢，不是说你想加入就能加入的。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立点功吧。我懂，我懂，就是要交一份投名状吧。少跟我来土匪那一套啊！我看在咱们俩还算有缘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活路。啊？真的呀？不过有个条件，带着你的兄弟去马场，找合适的时候，给我们来个里应外合。啊，这啊什么啊？想不想立功？想想，我愿意里应外合，愿意愿意。别跟我抖机灵啊，听见了吗？就你上回干那事儿，你说要是让小鬼子知道了，是不是先杀了你啊？哎呦，不敢不敢，我以后一定以崔爷的马首是瞻，算你识时务。敌人又开始进攻了，马上出去迎敌。左龙太君，我们赶了一天的路，弟兄们实在太累了，是不是？放开！你敢违抗我的军令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愿意为大东亚共荣圈奉献我的生命。那就开路吧。是。快起来，弟兄们，起来起来。佐藤中隊長から来電です。新四軍とティウェイ隊は毎晩馬場にゲリラ攻撃を仕掛け、朝になると跡形もなく消え、我が軍は疲労し休養も取れない。佐藤中隊長は山口閣下から増援を求め、馬場で新四軍と決戦に臨む気です。お前はどう考えてる？ついて増えも消え増えも皆臆病者だ。私は寿陽城には戻って怖いかと。なら佐藤君に従った方が。お前どうしてついて増えが寿陽城に来ないかわかるか？奴は閣下の威勢におじけついている。駒を吸ったってしょうがないぞ。うん？ついて兵はもうすでにマーちゃんの増兵計画を見破ってる。え？俺たち内部のスパイを取り除かない限り、俺たちもうかうかしてられん。我々の人間が調べていますが、何か異常は。まだ発見できていません。お前んとこの人間は調べたのか？特殊部隊のことですが。
不可能だ。特殊部隊で情報に通じているのは私以外、マ隊長しかいない。まさか、マユエンと？マユエンと？マユエンと？今の言葉で思い出した。確かあいつの尿は前ついてFAと婚約してたことがあるな。そうです。奴の周りに聞いたところ、夫婦関係はあまり良くないみたいです。俺たちは迂闊だった。時限爆弾を抱えてるのと同じだ。いつ爆発するかわからんぞ、これは。今すぐにでもマユエントを捕まえよう。そっとやれ。誰にも気づかれるな。杨二太太，哎，汤碗怎么把我呛了一下？来了，想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马副队长，你做的事已经被伤口给吓死破了。啊？这里的规矩你懂。老老实实照顾嘛。不是，中队太君，我干什么了？看来你还在装糊涂啊！他给我去，谁准备去了？我们只出一个件事，特务队一直在查。我知道呀，是我自己亲自带人查的。结果呢？暂时还没有结果，但是所有知情的人都已经被排查过了。还有一个也没有排查。还有一个，就是你自己。我，杨文太君，我冤枉啊！这不可能嘛！马队长啊，不要否认的太快啊。好好想一想，也许你是无意中的泄露的情报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太君，我这个人嘴最紧了，在外面我可从来不乱说话呀。对，不在外面乱说话，但是呢，回家以后呢？回家？包了，当家的，今天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了？尖儿，我给伤口出了一个好主意。难道是他？他是谁？太君，是我的媳妇儿，许灵芝。有一天。我见他在家里面翻我的公文包，包里面有我们的作战计划。安大头，我在哪里要听的？太君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我愿意将功补过。哎，我现在就回家，把那个臭娘们给抓起来，我一定要问出来谁是他的上线。将功补过，你看，现在你是好多里面的士兵啊，啊，还不得过来吗？两位太君，我有一个新的计划，一定可以将崔铁飞还有铁卫队全部消灭。不要敷衍我，否则。你会死得很惨。不敢不敢，绝对不敢。两位太君，我是这样想的。
既然我的媳妇许灵芝已经被我们识破了，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，说说看。哎，当家的，你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？赶紧给我收拾行李，我明天要出门。去哪儿啊？干什么？商口司令决定要把周建明押解到巡逻总部请功。啊？不是要用周建明调铁卫队吗？甭提了，那帮软蛋不敢来。商口一合计啊，干脆把他弄走得了。去徐州啊？好远的，路上得走几天吧？我们准备走水路，从沂河过大纵湖，看着小伙人很快的。哦，那我赶紧进去给你收拾行李。去吧。说说，山口老鬼子到底想玩什么？很明显啊，想拿周建明来钓鱼，结果发现鱼没上钩，就只好算了。那为什么要把周老师送到徐州去呢？因为山口的直接上司就在徐州，要请功的话，人当然得往那儿送了。我有一点不太好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说不清楚，就是觉得山口这种做法有点兴师动众了。周老师对于咱们铁工会来说虽然是重要人物，但是对于小鬼子来说也算不上什么。可能是山口最近吃了太多的亏，怕上司责怪他，所以临时拿周老师出来顶一顶。好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总之，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，或许可以把周老师救出来。既然他们走水路，这一张主力就是我们了。好，袭击的地点放在哪里呢？湖口。你们看这里，河道狭窄，芦苇茂盛，非常适合大埋伏。好，为了保险起见，铁飞、四妹，带铁卫队在河北岸接应。好。我会请示徐团长，派一个连在河南岸接应。得嘞，諸君。これが今回の作戦の対象となる川だ。ここの部分が今回敵が最も攻撃する可能性がある箇所だ。ここは川幅が狭く、芦苇が生い茂ってる。待ち伏せするのに最も適してる場所だ。马队长，你带领哈方队沿着水路走，明白吗？是。鈴木，お前は航軍一個小隊、そして保安整順一個大隊を引き、川の南側から相手を包囲するんだ。はい。俺は航軍一個小隊、そして保安整順一個大隊を引き、川の北側から包囲を仕掛ける。奴らを全滅に追い込むんだ。はいはいはい。それと情報漏洩を防ぐために、解散後
司令部を離れることは許さん。今晩全員ここに泊まってもらう。具体的な作戦計画は明日出発前に将兵たちに伝える。要援ティーマ。メイヨ。諸君、明天之时建立共军的意思。拜托你们了。はい。队长，这日本人是不是要不咱们当诱饵啊？行啊，春子，这都看出来了啊。我是有点笨，但我不傻。妈的，咱们就是让许林芝那娘们给害了。队长，这事儿不能都怪灵芝吧？灵芝毕竟是个女人，所以我。队长，咱不能傻不愣登的往芦苇荡里钻了，弄不好把小命都丢了。不钻，回到日本人那儿，小命一样得丢。这老话说得好，这个大将在外边打仗吧，皇帝老儿在家里讲的话，这咱可听可不听。要我说吧，咱先。你是想说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是吗？是吗？对。到底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说吧，咱等到了地儿差不多了，咱先给他来那么一下子。没见着人，打什么打？见不见着人，谁看见了？反正咱用机枪大炮往芦苇荡里那么一轰，我就不信把他逼不出来。锤子，你可以呀，就这么办。难得你小子聪明一回啊！人嘛，总是在变。玩什么花样？难道我们被发现了？报告队长，不好了，在东北方向出现一堆小鬼子，估计有四五百人呢。啊！龙之船断后，其余的撤退。奶奶的，我们上山口的当了，徐院长那边也有鬼子。都这时候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先把周老师救出来再说。不行，估计周建民就不在船上，咱们得撤退。还没打呢就撤？听我的命令，咱们俩各带一队，交叉着掩护撤退。给我狠狠打，炸死他们！兄弟们，等我下水，打死这狗日的！他们竟然走水里面去了，给我打，往水里打！
你简直太厉害了，你就是上古的转世。来，打，给我狠狠打。受伤了，我没事，被咬了一口，快动手，你们快走！不行，赶快撤退！没事，快来人！是，快！干什么？把这边的拉走！是，放开！看见没有？放开我！陈天飞，你这个混蛋！走！放开我！你小队撤退！報告。マー隊長からの報告。敵死者10名。貴族の頭の一人、ツァオフェイが死にました。赤中大将が新四軍攻撃。敵死者数十人です。よくやった。あ？閣下、優勝誠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だがついてフェはまだ死んでない。勝ったとはいえ、報告、川崎小隊長から電報です。とある山腹で敵軍の襲撃に遭い、進軍不可、ついて FA はこの機に逃亡との旨です。ついて FA、 どこまで運のいいやつなんだ。次また遊んでやろう。はい。我没事。红娘，姊妹，怎么样？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没事。红娘，我们被小鬼子算计了，他们派了重兵，分三路伏击我们，我们顶不住，只好撤下来了。一路上伤亡很大。铁飞呢？我哥还在断后。我去接应他。我跟你一块去。姊妹，赶紧回去包扎。其他人尽速收整。是。好样，听到了没有？好样。司马迁，受伤？我没事，这都是别人的血，不过这次好危险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得寸进尺啊，来。
一仗我们损失很大。曹飞同志壮烈牺牲了，铁卫队牺牲42人，一支队牺牲战士57人，还不算伤员。作为指挥员，我应该对此负责。指导员，别这么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再说这一仗小鬼子伤亡也不少，算起来咱们不是很吃亏。我不是在说伤亡的事，咱们这次出击太草率了，鬼子似乎识破了我们的作战意图。我就纳闷了，这小鬼子是怎么知道的？也许这根本就是他们的策略，故意下一个套让我们钻。难道许灵芝暴露了？现在还无法判断，到底是鬼子想利用他给我们传递假消息，还是歪打正着。这个很重要，必须确认，否则以后许灵芝传回来的消息我们都不敢相信了。给交通站同志发电确认一下。这个不行，假如许灵芝的身份暴露了，那么这个交通站也不安全了，我们必须马上切断和他的联系。这样，我亲自潜回县城一趟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没事的，我是本地人，对县城很熟。再说了，现在地下情报网已经恢复了一部分，我不是在孤军作战。鬼子都认识你，你这一露面就完了。这种事儿我自己能解决。再说了，我也不归你管，你要是拦我的话，就给区委写报告吧。你第一次发现你这么固执。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，有些险是必须冒的。指导员，会先开到这里，大家先休息吧。走。思美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啊，怀孕了也不告诉我，你可真行。我说你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呢？老是肠衣大挂的，还爱吃酸的。你这样太不负责任了，万一出个什么岔子，怎么对得起老李啊？没那么金贵，思美，不是我说你，这次情况不一样，老李已经不在了。这是他留下来的骨血，也是老李在这世上留下的唯一念想。哎，万一要是出个什么问题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别这么吓人，这娃不论谁谁都不会那么娇贵的，放心吧。啊，我不跟你废话，明天就把你送到基地去，不许再参加战斗了。哎，别，红英，咱再商量商量，咱再商量商量啊。没得商量。还疼呢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马副队长，知道把你留下来是什么意思吗？您是要跟我清算吧？我知道许灵芝的事情是我的疏忽，可是我对皇军的心一直是忠心耿耿的。我现在就去，现在就去把许灵芝给抓起来，我亲自审问他。不用了。不用了。您是要直接处决他吗？处决什么呀？崔铁飞还活着呢，他还有用。可是这一回假装情报，铁卫队一定是会发现的。所以要你继续演戏啊。请问太君怎么演？